听得平安。平安。今日是总会所定性别公益纪念日。我是总会委托公益性别委员会的主委，所以我想今仔日这个题目，我家己本身爱去面对。这个题目是真，我想现在伫台湾这个情景、这个空间，要讲这个未知的题目，充满挑战甲危险。不过，我想咱今仔日用谦卑的心，咱来看。你来看牧师先过一寡物件，但是我来强调一寡物件。主要今仔日我要甲咱大人来思考的是，对性别角色伫咧转化，伫咧看即个时代，规个时代嘛伫咧改变。性别的角色伫咧改变，时代改变。就因你若是差不多五六十岁的人，你想起你的爸爸妈妈，特别是阿公阿嬷的时代，偌侪社会场合是女性袂当入去，因为迄个是一个男性最注足清楚、男性最注的社会结构。所有的物件，大部分人说了算，查某人点点，无恁讲话意见的空间。我安尼讲对不对？所以，迄个时代，伫阿公阿嬷、大部分人完全会当做主的时代，毋知到即卖也阁有阿无？你若拍开中国的教训、道德、伦理，常常拢伫咧讲三从四德，三从四德。请问什么叫做三从？三从讲是查某人伫厝内顺从你的老爸，嫁翁顺从啥？你的翁婿。安息顺从啥人？列囝。所以感谢主，伫迄个时代，做大部分人食青盐、食了麦。出世的时，因为身躯着加一项物，然后伫厝内互人疼命命。然后女的，因为伊出世，伊着爱伫家庭个内面。伊完全受士大人命令控制，然后伊活伫厝内，讲着爱听爸爸、嫁翁、听翁婿，翁若死，爱阁听爷囝。即、这个素德，我讲爱负责人，爱有负责啦，爱讲话负责人，讲话啊，亲像一个负责人个款嘛。负责人出门小可爱。敢会当想甲想过 fashion？ 那古早阮阿嬷吼，五十岁、四十岁、五十岁就穿花啊色嘞，含阮着发髻着弄起来，而且呢，着四十岁着爱穿甲老国国的款啊嘞。有阵人爱真保守以外，爱佫做真侪贡献家庭甲社会的代志，三从四德。即个叫一句话，一个。你一个查某人，有人带你出去旅行，你都爱千谢万谢。所以，迄是一个查甫人最真尊贵、负责人真卑微的一个时代啊！啊，这是第一个阶段，这是第一个阶段。负责人啊，厝内当拢一世人拢干那，当么咧关心这些事呢？柴米油盐酱醋茶。这个叫一个查甫，叫一个负责人。真感动，伫过去的时代安尼讲，我先生说对于他的话，
必须照搬全说，若不接受，就是扯他后腿，就不是贤妻良母。我们先生讲，对于话，伊讲啥，就爱做啥，照搬全说了。伊的话若无听，啊，你就毋是贤妻良母啊。所以，贤妻甲良母一个真要紧的标准就是，厝内查甫人讲啥。啊！你著来教育的话，你行得着。但是即摆女性哦，开始抬头起来了吼。即摆女性讲，贤妻良母的女人都是受尽折磨的，你还是别过那种生活好吗？讲贤妻良母的，老是受尽折磨的，你还是别过那种生。哎，你。这开始一个声，一个挑战的声来了，一个挑战的声来了。犹太人，伫传统的犹太人的中间，因的祈祷有一种的祈祷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让我无做三种人。第一种，我感谢上帝，让我无做外邦人，因为外邦人都不是上帝的选民，都袂得救。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让我无做奴仆，做人的奴才实在是真歹命。上帝啊，我嘛感谢你，让我无生做查某人。所以，这是传统的犹太人因对上帝感谢的三项代志啦。好啦，无做查，卖做查某人，但是查某人一世人生是，若无查某人，佫活甲真歹命。这个是达波人真奇怪。有一个笑话讲，是安怎样？这世间的达波人岁数较短，啊，查某人岁数较长，你敢知？有一个笑话讲，福建人咱活较久，因为福建人无某。是我想的。这款的某吼，唔是过去的某，这款的某可能是现代的某。因为现代的达波人，这是笑话阿爸延伸。达波人哦，一世人真正福建人熬熬练。福建人会当活甲久，因为福建人无某安尼啦。阿爸，你无是恁想袂到我的东西。在这个家，圣经有一挂伫咧支持传统的达波人尊贵的。圣经安尼讲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三节，我爱恁知基督是个人的头，基督是大家人的头，达波人是福音人的头。十一章第六节，福音人若有大头，就应该剪头。福建人出门都爱打头，什么叫做都爱砍头砍面啦？都爱面都爱扎的啦。啊，有要安怎看路？啊，你去看阿拉伯的遐的福建人，阿拉伯的福建人，那古早迄个布砍的，啊，伊都看无头前啊，所以咱会当看伊头前迄个脚步，迈去搭着物件尔。所以拢着爱达波人带头啊，着爱跟达波人行啊。所以福建人，你一世人永远袂出头天啊。OK， 啊，即摆迄个布料较好，伊内面会当看外口看有无，但是外口的人看伊外水看拢无，当然迈福建人嘛，煞砍起来。将来等到阿拉伯人开始，咱把迄个大头摕起来了，我相信有真侪选美小姐叫阿拉伯人摕去。我伫这个只个圣经，这个只咧讲什么？讲达波人是福建人的头。啊，若伫结婚时吼，阮新郎真爱新郎甲新郎的爸爸吼，真爱牧师讲这个道理啦。讲达波人就是福建人的头，所以福建人都爱顺服达波人。
对无？啊，即第九十讲，达波人毋是为着富人人创造的，富人人是为着达波人做。安尼是达波甲查某个相较尊贵。阮达波毋是为着恁女个存在哦，是恁女个爱为着阮创造的，食落。那一份嘛，五十年嘛是啊。十三十又讲，恁大个人都爱再去监察、爱审查，负责人伫祈祷上帝的时哦，那个大头是合宜的吗 ？OK， 圣经白纸安尼，白纸乌字安尼写，到即久有几个人真正照安尼一个实施？我无。就叫什么人？你这个叫啥习惯？你知道大头？我叫圣经，这已经违反圣经。哥林多十四章三十四十节，妇人人伫会中都要安怎？闭口不言。妇人人伫礼拜中间伫正式的会场。爱点点唔通讲话，亲像信徒伫正教会一样，因为唔准因讲话啦。因干有一项嘅任务，就是顺服人听。啊，这是儒法所讲嘅。再佫讲十四章三十五节，佫讲妇人人伫聚会中间若讲话，是见笑嘅代志。哇，安尼即个，由于圣经白纸黑字安尼写。那联合教会无，唔知道遵守这个大事啊无？无吼，莫怪即摆社会拢真乱，莫怪即摆社会真乱，啊，就是安尼，是吗？我用这特别咱的思考，因为这是圣经白纸黑字安尼写哦，明明安尼明明有真难哦。拄只迄是旧时代，即摆进入另外一个时代。你有看到遮几幅图？一个女性甲男性用脚搭伫涂，虽然迄是翕相的啦，但是偌侪现时代的女性，伊的地位也是伊的心内。已经家己看做比达波人搁较要紧，偌侪达波人伫夫妇的互动、伫家庭的中间，达波人已经失落伫家庭的主顶去了。我安尼讲有影无影？有无？无。有诶无？有诶厝内达波人的主顶也搁真强。但是已经真明显了，阿公的时代，达波人的尊严伫退失去了。阿公的时代，达波人伫厝内会当完全主宰一切的时代无去了。阿公的时代，老爸的时代，父亲人拢爱伫厝内，男主外，女主内，这个时代嘛无去了。女性真侪时阵已经直直。头压起来，这个叫一句讲：男人的天堂和地狱是谁主宰的？是女人主宰的。哎，这个话都我清楚。咱这达波人爱细腻啊！你今日转去吼，礼拜三转去，你永远无，你永远是一个快乐的男性，还是一个迄个郁卒的男性？是快乐，是郁卒？搞不好你的太太掌握这个气氛，不是你会当掌握这个气氛。OK， 这个讲起时代女性的角色、甲男性的角色、角色功能伫咧做变化，整个社会的现象嘛伫咧变化。我咧讲的是这个物件，伊已经伫变化的中间。
因为唔知你有看清楚这项事无？真个若是伫变化中间，有钱人、达波人，到底咱都要互相伫心理上按怎样准备家己来适应这个新时代？我想这是个讲。伫过去，伫家庭甲夫婚姻的中间。负责人的身躯是由达波人来主宰，但是即马已经毋是安尼啦。那是过去，达波人要安怎样，就会当安怎，负责人只有完全的配合。即马就是阿拉伯。就是阿拉伯，请问伫阿拉伯的关系中间，太太会当控告伊的先生性侵害阿妹，会阿妹？注意哦，太太竟然会当控告伊的先生，你甲我做性的侵害，这伫古早是无可能产生的。伫古早社会，负责人。达波人要滴就是要滴，达波人主宰所有的一切，因为女性是附属的男性的需要甲意念。但是今仔日无论要安怎样，拢都爱得到对方的同意。注意这句话，拢爱得到对方的同意。若唔是对方的同意甲愿意。无人会当牵你的身躯，包括父母，包括朋友，包括熟悉的人，包括亲友人，若不是伫你的同意下面，无人会当牵你的身躯。来，我即个只问一下，性骚甲性侵什么关系？什么无共款？性侵甲性骚什么款的差别？OK， 性侵就是讲有将物件插入去身躯，有插入的动作，这个是性侵。那无插入的动作。包括摸一下，迄、那个摸一下，让我感觉不舒服。注意哦，若摸一下，让人感觉不舒服，迄、那个人就会当倒去啊。这个是现代的法律。因为我做一个牧师，阁是咱长老教会性别公益委员会的主委。我伫即个遮，把遮个代志讲予咱个兄弟姊妹知影，讲咱爱捌遮个代志，然后将来若伫外口，包括伫学校、伫工作个所在，老板、同事，若有当时啊一寡动作，予你不舒服，包括伫学校老师一寡动作，予你不舒服，即卖已经有。法律甲你保障啊 ，OK， 那安尼吼，过去啊，中辈会当甲晚辈，哇，见到的时安尼甲揽一个，甲安怎？即摆会使袂？会使袂使？敢会使？嘛是会使，只是对方安怎？同意。爱对方同意，你有看到爸囝、母囝有诶，规个家庭迄个真亲密。OK， 爸囝、母囝若互相真亲密，因安尼揽，因安尼亲密，迄拢无问题。但是老爸还是老母，若要甲伊个囝、要甲伊个查某囝亲密揽，有当时啊，惊一个感觉怪。你袂使强度，你若强度要到安怎，囝查某囝，原来当甲爸母告，
因为对喉管不舒服。OK， 所以这个是一个真大法律上的变迁，请咱来注意这样代志。像咱台湾人若斗阵一个出，迄、那个伫同事台湾人斗阵食饭啦、佚佗啦、游览啦，伫游览车会放一挂只个黄色笑话。有代志啊？无代志？所以即马开始有代志啊！然后即台车的前面有人感觉迄、那个笑话，我听落会很不舒服。伊往来当家己过，因为即马拢大人拢有手机，当家己录咧。所以我要讲的遮个是，刘院长说，咱开始要进入即个新时代，因为即个已经是一个无同款的时代。即、這个毋是干那男女的问题。即个讲性别双化，一个讲性侵加性骚啊，一个了，万一若有即款诶代志了后，啊，到尾要安怎样处理？我想，我本就是咧处理即个流程。吼、哦，即个咱顶落到尾伫所有诶台湾所有诶告白中间，咱顶落到尾行真早、真前卫，因为外口诶社会、外口诶政府已经直直咧提醒。遮个代志到月要按怎样啊？伫遮个啊，参与伫遮大型受教育唤醒遮个事，啊，阮即个遮请律师啊，请社工的人，伫啊伫个做各种的研讨会。OK， 拄则第一个阶段是讲男性做主的社会，第二个阶段伫即个遮咧讲女性已经抬头起来啦，女性已经有真侪工作的意识啦。啊，女性已经在家庭的内面有真大的发言权啦。啊，注意日本即卖的情况，日本的今仔日就是明仔载的台湾，因为台湾真侪是倒伫日本甲美国的后边。日本人到即久退休的老人离婚率哪来哪悬？离婚哪来哪悬？请问，迄、那个？即马即个女，即个退休的老人离婚哪来哪管？真侪的比率，唔是大波人提出要离婚，是啥人提出离婚？退休的负责人提出要离婚，年老的负责人提出要离婚。哎，即、这个甲以前已经无共款啦。所以咱即个大波人，咱就爱较乖的啦。咱就爱自觉，可能爱对太太较好咧哈。啊，食老表太太甲咱离婚，那就真麻烦。即马查甫人还有一款个正确，啊，讲的是还有一款正确。第三部分，咱要讲，咱的信用开始伫咧带咱，咱的信用开始咧带咱进入伫第三部分的时刻。这个第三部分的思考是讲，一切受造物拢平等，一切受造的拢平等。所以，伫这个信仰的下面，一切受造，唔是因为你较好行我善，然后你就比我较高等，无，好行善，性命平等，权利平等，教育平等，唔是因为讲你是男的，我是查某的，所以你男的就较尊贵，无。男女查某嘛是平等，人权平等，工作平等，是迄个薪水嘛是平等。咱即马有真侪，咱即马若是过去的制度，若是你的公司，若是男女上班，你的薪水较侪；妇女性上班，你的薪水较少。安尼你知影你的公司是还阁活伫过去的内面，有一挂公司。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，你的经验来到那里，他都给你那些薪水。啊，那个，这个是较现代化的公司，他不是在看男的女的，他在看你的社会功能和你的能力，用你的能力和功能来看你的年薪的情况。所以在这个家，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啊，信用在帮助我们在进入到第三个阶段，叫做受造界拢平等，因为人的性命要紧，狗的性命就无要紧，对不对？
对不对？因为人才是人，教不是人。犹太人会去予警察抓去关，犹太教唔免，因为教不是人，对不对？唔对。唔对。只要是性命，你若去抬伊，你拢予警察抓去关去关。这个是一个法律上真大的进步，叫做性命平等权。性命平等权。由于咱的信仰已经一直伫咧帮助咱跨界另外一个，这是一个信仰的进步。那敢若讲，伫圣经内面，你会当找到一挂圣经章，伫咧讲女性恁袂使安怎，不袂使安怎，因为大部分人是安怎。你圣经内面你会当找到迄类的圣经去支持伊个，包括南非伫咧讲黑白种族隔离的时，南非的教会嘛，找到圣经真侪伫咧支持因即款的黑白种族隔离。但是伫迄个时代，全世界基督教界，把南非的教会隔离出来，讲恁南非的国家即个教会，恁无资格参加阮的基督教的团体，因为恁伫咧实践的，毋是信仰，毋是伫上帝面前应该有的信仰，恁伫咧支持黑白隔离。讲白人较尊贵，因为咱这信仰开始伫咧别代际进入一个生存的平等观。伫这个只这个因为伫到伫这个只咧讲男女平等，还是伫上帝面前受造平等，咱伫咧伫这个只以前我都有甲恁讲，创世纪第一章。到第二章的第三十，这是第一个创造论。第一个创造论，那伫咧讲男女平等会用到第一个创造论，但是若咧讲达波人较尊贵，就是咧讲第二章的创造论。伫第二章的第四十，上帝用土做阿东，然后到对阿东下面骨提出迄个用伊的下面骨来创女性，所以是女性为着男性来创造，就是咧对这个只来。但是第一章的创造论是上帝照伊的形象做男做女，这是男女同时。上帝照伊的形象做男做女，请问安尼来讲，上帝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唔知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无？上帝若是照伊的形象做男做女，安尼到底上帝是男的还是女的？那恁拢敢想过这个无？过去的上帝是男的还是女的？过去的上帝拢是男性的称呼。哎，你慢慢去看见讲，哎，上帝照伊形象做男做女，哎，所以上帝有可能是男性的，上帝嘛有可能是女性，上帝嘛有可能是。什么性我嘛唔知，所以这个才有真侪想象的空间，其他的思考就造出来了，才有真侪物件就造出来，伊的根骨的部分，关的根骨就造出来。因为咱伫这个只伫咧讲，着男女咧平等的时，才有新闻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二节咧讲，因为女人原本是为着达波人出的，达波人也是对古今人出的。安尼是下人对下人出，查甫对查某会出，还是查某会对查甫出？查甫人搁较安在为大，嘛是对查某对妈妈的角度出来。所以，这个才已经唔是咧讲女性是对查甫人出，嘛搁伫咧讲男性是对有钱人出。所以，伫这个只开始伫咧调整这个男女，啥人较悬，啥人较要紧，无伫这个只边边拢是出伫上帝，男两个拢是伫上帝面前看作尊贵，男女有无同款，但是男女开始伫遐咧学习一个新的方，就是讲，大部分做夫妻人个顺服家己的丈夫，这就顺服主。丈夫就爱，丈夫是负责人的头，无唔对。
寻求基督是教会头。在这个家最重要的就安怎听你的父亲人，最重要的就听你的父亲人，听到亲像什么？亲像基督为了教会放下性命。因为在这个家你看到一项就是说爱重要听你的父亲人，听到无命的。然后在这款的状况下面，父亲人你就要顺服你的丈夫，你也要在你的丈夫的面前顺服到完全屈服自己，然后男的就要听你的父亲人，听到一切你的思思念念你的父亲人。然后这样来说，什么人才要紧？什么人要紧？两个都很要紧。所以大部分人啊，你无顾你无用吼，有些人啊，你无安你嘛无安全。那一个是听，一个是顺服，在迄个内面就，底下男女有别有差异，但是男女是听人甲顺服，顺服甲听人，然后在迄个遐有真多，接过来就爱去上亲密之旅啊。因为底下咧教真侪活动的技巧，叫做 skill。男女不安全，本来是不安全活动交配，我想这就是讲深化这个个点，就是讲这个技巧。上台要紧，上帝的利益，两个拢要紧，两边拢得着利益。只要为着这个缘故，人就离开父母，甲伊夫人人三个结连。两人成做一体，所以这已经是一个不为利的体。一个人真正三听，人为着对方拢存在，为着对方的需要来存在。因为什么叫做顺服？我为着你的需要来存在，你爱我创啥，我为着听你，我拢满足你的需求。所以伫遐听甲顺服，拢是会当为着保障对方。为了支持对方，为了让对方欢喜，听嘛是要让对方欢喜，顺服嘛是要让对方欢喜。那安尼彼此底下，伫咧发展一套男女中间有差异，但是佫互相得到帮助的一套互动的伦理佮道德。所以伫这个只听佮敬重，啥人较大，两个人拢真要紧。所以在这无大事，是两个拢真要紧。那这这套在咱的教会要按怎直直形成？阮在总会内面设会按一个，就是讲五万在总会内面做执事的，至少在一间教会的三分之一，其他的性别。长老嘛，至少爱三分之一其他的性别。请问咱教会，咱教会现今的长老几个？八个。男女分别怎样？现今的七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所以咱教会的男女的。无达到总会的期待，至少爱三分之一。OK， 那你来看这个图，咱伫2013年女性占咱整个教会人数55%，男性45%。主席的老师，女性占73%，男性占27%。主席的老师，女的较侪啊，男的较侪，女的老师较侪。然后，迄、那个中午的牧师，中午的牧师，男的91%占40%，女的牧师36%占16%，剩咧看长老，长老中午长老全国统计起来，男的71%31%，女的31%13%，所以男女你看，中午的牧师甲中午的长老。拢是男的占一半以上，总委的正议员，男的47%占54%，女的9%占16%。OK，
即个就讲到男女，男女的比率，总会干部、总会干部、议长、副议长、书记、副书记，搁财务会管，五个中间全部拢是男的。安尼，阮即摆塞一个案是讲，伫总会即个总干部的中间，至少还有一个女性，嘛会当慢慢往这个方向伫咧行。即伫咧讲到未来的社会。唔是用男女做定论，未来的社会是看你的功能，你会当贡献贡献啥？你有你的特色，你有你的真特别的所在，请把你的特别的所在提出来贡献你的家庭，贡献你的家己，贡献教会，贡献工厂，贡献公司，贡献，大家人会当伫一个完全平等的下面。然后咱来三个创造未来的社会甲教会发展，我想这个是咱开始伫这个因传伫上帝面前安怎一切受着呢平等。伫这个概念啊，咱伫个行往一个新的未来，愿上帝伫咱的中间，注意你的翁甲你无共款，注意你的某甲你无共款。唔通要求你的翁，还是你的某，甲你做同款的代志。恁两个无同款，但是恁爱三听、三珍惜、三帮补、三发挥恁无同款的功能，然后合二为一，这伫上帝面前真正才是蒙恩的家庭，放心来记得。我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伫你的面前会当知。信心伫咧带阮，伫咧带阮人类的历史，伫咧带阮家庭的历史，嘛伫咧带阮个人的历史，互阮不断因为年纪的进步，年纪伫咧增长，是嘛看到社会伫咧改变，总是阮甲社会斗阵伫咧改变，阮也搁伫咧享受甲上帝拿来拿去伊的真理，啊，愿你伫我的中间。鼓励引传，我阮亲切来当，甲阮的同伴，甲阮身边的人进入一个彼此三听，彼此帮助，彼此合一，去做一个和谐的家庭、教会、甲社会新的世纪。我来祈祷感谢，靠主圣名。